憋得太久的无极，这一次终于要放大招了。昨天晚上，无极发布了本次摩博会的新车阵容，除了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无极250R2和无极5252之外，还有350大踏板和350 NC。一次性公布四款新车，你觉得算不算大招？上一次放大招的时候是2019年的摩博会，四款新车对于慢中求稳的无极来说已经很给力了。因为之前专门讲过无极250R2和无极5252，今天就着重聊聊大踏板和新款 NC 车型。无极这台型号为 LX350T 的大踏板，一眼就能看到和宝马的 C400 系列踏板关系，侧面的相似度还是挺高的。如果再把无极的标换成蓝天白云，再把大灯换了，几乎能够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有两张网络上流传的无极350大踏板实车图，我们能看到非常个性的车头灯，眼角开得非常大，日行灯被拉得很长。另外，大灯上面好像还有个摄像头。另一张车图能够看到镜像的前刹车卡钳，但是无法看清楚是不是双碟盘。前后脚踏的样式、坐垫的设计样式、排气管样式和 C400 GT 很像。车头部分大尺寸的液晶仪表相当吸睛，还有双油门拉线。双桶后避震应该也具备可调节的功能。侧面 LX350T 的字样证实了它的身份。网传这台车的价格大概在3万到4万之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关于无极350AC 的消息就没有那么多了，虽然能够看到类似500AC 的车身轮廓，但是截然不同的高位排气和车架似乎预示着它不是300AC 的扩缸车型，而且很有可能会搭载凯越321同款的双缸发动机，毕竟那也是龙芯自己的发动机。但是这只是猜测，因为从模糊的图片上很难看清楚这到底是不是。距离摩博会没有几天了，一切的最终答案即将揭晓。这四款车当中有你喜欢的吗？